殿下，那个已经着了，那天晚上的事儿还都能对上了。但是他那个身世，他也……在这儿待习惯了吧？沈内人，殿下想怎么处置他？先顾着你自己吧。还有几句话要问你，本宫的印，独尚书为什么会在行宫？替殿下求情的时候，真的容外头了吗？小人行事，殿下是知道的。就算他有杀心，为什么不来找本宫？居上位者为什么总是能够说得这么轻松？不要放肆，好好回话。是找过的，本宫不记得了。这种事情，只有被拒绝的一边才会记得吧。就是这些了，他选过了，你已经没得选了。知道，15年和半年，怎么会没有区别？本来只想放你走。惯例问一句，你还有？有。别伤害他，是我自以为是和愚不可及。他是被我拖到这潭溺水里的。哦，那个工人。说的没错，你还真是自以为是和……该说你是愚蠢呢，还是……答应我了。去吧。
我是忍不到了，就等着我一起回家。 娘，太子他来了吗？来了，这粥就是他送来的。吃吧，也是陛下早上用剩下的。娘，他说的话娘也信。他当初是怎么对娘的？娘封后这么久，也没见他来过。 娘，您还费这些精神做什么啊？你家里头的，哪是捏得动针线的呀？我也是经常坐着，觉着无聊。娘，嗯，陛下这段时间还都在。 乔乔，阿吴啊，你家里爹娘都还在吗？都在的呀，还有哥哥呢。陛下是要封赏吗？哼，如果是你选定了。 才能封赏的话，你是喜欢爹爹呢，还是？妾最喜欢的是陛下。嗯，这么问的话呢，好好回话，是娘还是？嗯，好好回话，却还是最喜欢陛下。<笑>看来还是喜欢爹爹多一些，对吧？还是生女儿好啊。不是这么回事儿。 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不是加了一位龙贤吗？陛下，还是给朕生个公主吧，儿子养大了都是愁啊。殿下。 殿下今日没迟吧？迟了。不骄不离，不黏不拖，是今后殿下欲臣子当有的态度。温柔和顺，尽善尽美，是今后殿下视陛下当有的态度。臣昨日千叮万嘱。虚主簿。
我再怎么……今上圣明。陛下信否，决于陛下；殿下为否，决于殿下。臣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，殿下又非给自己找什么借口呢？许昌平，你这算什么弑君禁礼？君父与臣子，臣子什么都不做，天生就有错了。不做都有错，何况弑君禁礼？不是产于马上就到中秋了，至少在武德侯安然离京之前，殿下还是要俯首忍耐，功德也好，私德也好，就不要再干与人口实之事了吧。你们都等我想吗？大人，大人，这些我都看过了，盖好印章呈递上去就行了。还有别的吗？大人们正在看御史台上报的月考书。居然还有告童谣软弱，助长夫人撼动，管得宽。我这个也是，说童柴在衙门后院养了几只鸡，吵闹无比。想什么话？月考啊，都是交差凑数的，没什么正经事。是啊，让他们自裁吧。我先出去一趟。是。嫌吵，宰了他吧就。看看这个。给大人去。大人留步！大人请留步。请大人看看这。这到底是谁？是今天一早直接从宫门里递进来的，上面也没有署名。纠弹武德侯，纵敌养敌，这是在这之前啊，也有人参他消极待战，朕只当是妖魔小人，嫉妒军功，沽名卖职，把他压了下来。现在倒好，大理寺看管战俘的吏员也听到了他们私下的交谈。朕留着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胡说八道，让殿水听见吗？臣知罪。你去查。是。这什么时候的札子？今早看到的，都是昨天下午送到的。我怕陛下看到，先拿了给殿下。这么大的事情没有署名，还传到了中书省，恐怕陛下已经看过了。武德侯即将离京之际，便生这种事情，莫非是期望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跪下！打！这里边是谁呀？要劳烦殿帅亲审。据说，是上次特赦的战俘。殿帅审他们干什么？哎呀，算了，别管那么多了，走吧。
孟直，你知道殿帅的控鹤卫衙门除了管本卫事务，还要替天子监管什么吗？控鹤衙？这种事情交给……跟他那儿比起来，刑部算什么？宗正寺又算什么？大人，传译在，问他们。是。果真如此，臣为殿下马首是瞻。殿下军意可否示下？臣若负殿下，满门赤族。孟直，这次你还真表不上忠心。背后谁是指使，我自己去查。是谁让林清干的这种事儿？朕不是让你去查尚书的人吗？你查战俘干什么？曲解了上意，驱使了战俘。这话听了还记下来。他们这么供述，不是为死，就是想让国朝自毁长城。你献俘的时候为什么要射了他们？臣也想不到会。臣知罪。陛下，臣罪当诛。你舅舅回来之后，你还没去看过他吧？他是外臣，又是边将，臣不便去。朕许你去。这个人留给朕处置，你把这个交给他，叫他不要多想。臣遵旨。还有，你跟他说，让他把冯恩叫回来。冯恩吗？将军和楚父都是国本，弄成这个样子，叫他回来澄清。可臣听说他伤的……怎么？难道听信一面之词，再让朝中惹出更大的乱子吗？臣告退。军巡避战，因令部下纵敌养奸。毕竟嘉义伯私自去的军中，这回武德侯私自回京也没带着他。殿下记得臣说过吗？中书令一位，人去尚正存，
无论谁上去了，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李百周。可兵比人去即政治，世间再无顾思林，除非真变成了世袭罔替的琅琊王氏。陛下这是想看看武德侯是不是想把兵柄再传给嘉义伯。殿下是怎么回复陛下的？陛下圣明，臣遵旨。尽善尽美，这就好。殿下就叫他回来吧，彼此安心。谁？大人，太子殿下来了，又走了，没有下马车。来人。大人，购买我馄饨去。小人孝敬大人就行了。那就别去了。小人去，小人去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钱不够吗？何忠诚直诉。皇太子殿下，免了。今天早啊，臣惶恐。吃过早饭了吗？臣还没有。给太子殿下添副碗筷。谢陛下。封恩有消息了吗？这个臣何忠诚还要在。今天不早朝。哎，何忠诚，容我禀报一声啊，何忠诚。
陛下。何忠诚，这是什么？陛下看看吧。这是封坛。本宫一直认为何忠诚是一个刚正不阿之人，怎么会这么不懂事，让自己的部下做出这种动摇朝政、背逆纲纪的事来？封坛是我部的本职，本朝也没有以言获罪的先例。皇太子殿下是不参政的储君，有什么权利来责问监察首长？监察首长连自己的部下都监察不好，怎么去监察别人？何况匿名封坛乃本朝大忌，以言获罪不成，以言乱政就成了吗？皇太子殿下，这么大的帽子臣戴不住。今天殿帅提审了被赦免的战俘，空客卫指挥使他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拜你们所赐才闹成了现在这个局面。国本清白不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随意污蔑的。何忠诚，停事的事情本宫还没有跟你们清算，如果这一次再查不出是谁，我向你保证，忠诚什么都保不住。殿下一字重，殿下营业来臣这里难道是来威胁臣的吗？做得到的就不是威胁，只是通告。臣昨夜比对了几千封在职僚属的奏疏存档，发现匿名封坛之人又是陈九思，也不知道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污蔑武德侯。他如此兴风作浪，臣已将他移送法司了。陛下，既然陛下让臣接替了陆忠诚担任这个言官的首领，那臣就再进谏几句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陛下是天下主，天下主都心存偏私，那还何谈王道坦途呢？臣，你这是从哪里得到的？储君，和将军都关乎国祚。臣的部下匿名封坛，请陛下按照国法严惩。当然，臣也会自负其罪。可惜呀，臣的馄饨到现在都没有吃成，皇太子殿下倒很有胃口。哼，慢用吧。哎，殿帅是国家之臣，不是天子私人，凡事要多劝谏，不能一味的放羊。帽子，哎，何忠诚，帽子。天天往这儿跑，要不然就住回来吧。臣听陛下的，那这样还要加一波回来澄清吗？你说呢？臣不敢自。李松奎，何忠诚的话都听到了吗？是。
既然你胃口这么好，就把这一切都吃了吧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快快快，拿来。这是吃坏什么了？啊？还是着凉了？殿下，要不要把太医正叫过来？不要紧，只不过是积食，掐掐虎口会舒服些。积食怎么可能呢？知道的要当，你不是我的主簿，而是陛下的臣职呢。以人废言，不过是小孩子才干的事情。马上就是中秋，武德侯安然离京为上，殿下为什么要因小失大，去惹这种事情？本宫以人废言的事。也不止这一桩。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看看？他应该已经醒了。姑娘，你醒了。我怎么？你喝了药酒，已经昏睡了两天了。但是也幸亏睡了，上药的时候你没有受罪。还疼吗？五年，他怎么就不选这个呢？姑娘说什么？姐姐刚刚讲过什么？工人顾氏的宫籍已经被除籍了。殿下他还是也没有，只是没有宫籍，我就不能裁成姑娘为内人了。那这算是什么？你还能有怨言？殿下，把衣服脱了。殿下，算什么？没有功绩，
你现在站，躺在这里，就已经是犯了擅闯宫禁的死罪，还不脱吗？那这有什么相干啊？你没死，是因为本宫担着天大的干系在保着你。你要是识时务的话，本宫叫你干什么，你就要干什么。谁要看你啊？转过去，转过去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本宫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本宫走到哪里你就得走到哪里，本宫一眼看不见你，谁杀了你都是应当应分，本宫一句话都不会多说。听明白了就回话，做不到现在就滚。那殿下要是进宫去了呢？那你就自求多福吧。